它有一个感应开关在里面，装不好了，开不给开。要那装的缺口位置，但是刚刚有两个洞的，你刚刚现在看你有定位的，我有两个洞啊。那刚刚是，它前还是下去？刚刚在这里，你看这动不了。哦。它转盘。这是你们准备的螺丝。然后想那个插这个。啊，这个。这些螺丝，这三个螺丝不一样吗？一样的，一样的哈，都可以装嘛。对，我手机最后加的，要装其他，其他直接就压上去行了。装的时候就把这个呢压上去行了，埋上。压下去压在哪儿呢？还有那个有个槽的嘛，卡槽嘛有个。哎，这边呢埋一下。哪个就不好装了？这一套呢，关键是装这一套啊。那一边一边的吧，小的。那这个是有点小了吗？两边就小了。一边就小。那个呢？那有铁的在外面。啊。有铁的在里面。要拍进它就可以了。不，其实它这个不用插都可以了，它只要用爆摸。这个是边就。嗯，有的东西可以不用天天啊。对，看情况嘛，当然你自己这个，对的，这些就可以做。贴进去，稳的。这个还比较简单嘛，但是用过几次的话，也没有。这个传送和下面那个传送带的是一样的啊，一样。其实你这机不是放这里的吗？啊，要位置放。要换，基本上会放这个地方。对的。带几个，可以几个带。嗯。然后关键是装那一套，那一套呢啊。关键这首先装底板啊。这个什么装呢？这个我来装吧。这个应该是啊，你这个呢？对，你来装吧，你试试这个。你先装这个。拍一拍给你们全挡，给你们全挡，你看得懂吗？你等等，你脚开一点，拍一拍。这样吧。转过来。从上往上装就可以了，现在装什么？这一套了吧？对，还有一个。这个是。这个有个前后的。就这样吗？对，有个前后的，要分的，分前后。哦，可能是这样。对。这插进去。其实每天装就很简单。装习惯了就简单。对，第一次装，他都很聪明，刚刚。他们装过寿司机装惯了，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。他装惯了。没有，你这个还没扣好。扣好要扣在这个孔里面。这个是你没有装好。你这个有个方向。那里面那个是不是也没装好？对，第一题的。你关键是这个。小心。你要看三角形，你这个三角形呢，是要对准这边，应该是有点反。你这个三角形啊，比如说你不往前那个三角形，这三角形要往前，这三角形要反。装错着。这个吗？对。这个也反上了，过上了吗？对。他的意思要反上。反上两个，甚至说反。你要这样。翻在上面，先我。哦。那怎么的呢？关键对这个三角形对准就可以了。嗯。然后你这边呢，就要喷点油，
炖滑一下，这是有没有菜喷喷油啊？要喷油啊？喷油啊？喷油。菜油也行嘛，关键是你装的时候难装，你要看那个线。这样的话，到时候你要搬动这个轮子，搬动那个轮子大一下。有没有菜油？喷。有没有？啊。刚刚开了。哦，对这个定会好吧，嗯，这个人对这个桥，这条桥，嗯，这边就比较难对一点点，嗯，这一个你现在加了油呢，你进去了没有？有没有那个小的？用了十五。扣不了就装不好了，嗯，啊，又扣着了，扣。这样的话，就里面的混凝土呢，是用大的开口。你要喷的油呢？啊。还有。嗯。反压啊，这个。要不要很紧还是刚刚好就好？很紧，很紧。如果搬地道的可以。嗯。一般的话，如果说啊，首先运动呢，它这个镜子是控制这边的，再看一下。控制哪儿的？等一下，把这个推回来啊，这样定得住的，定住的。定住了是吧？对对。这个可以把这个控制住，拿出来就是蛮好的。哦，啊，放松差一点。要要锁的，要锁。麻姐上个试一下。好的，要喷拿些，喷一些油啊，喷油。好。油。喷油，喂，喷油，先喷油。在那个仪器